哎呦，别给我看，别给我看这个，这不是我啊，我现在是这个范儿，这个范儿的。痛得我呼吸，留下你的祝福。不想看这个，我的天哪！当然不太想要大家完全 focus 我来当颜值担当，因为颜值重要，但在这个舞台不是最重要。我确实在三十个姐姐里面，我的唱跳真的不行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每一次公演我最在乎的就是我有没有进步，我有没有在公演之前尽我的努力有没有问心无愧，我有没有真的用心去把自己选择的那个东西自己好好的做好，那个是我的人生观。我看到弹幕上有人说张馨予怎么这么迷之自信，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这是一个很未知的地方，在自己并不擅长的领域你要去拼的话，你一定要相信自己，所以不是我迷之自信，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信心，我在给自己打气，所以我才能坚持到现在。对